我很热，真的每件事都碍手碍脚。只要许冬天他还活着，要赶走罗红柱就有困难。尹黛西，你真的很不要脸，当初让红柱帮你顶罪，还回来这里工作。你也是个隐瞒过去的高手啊！原来你是这么卑鄙的人吗？要是不想坐牢，最好听我的话。我也不打算把你的事情说出来。 明天也胜利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。